先开经本第31面第五行，31面经文第五行，或有无量诸业身，所谓获得净光诸业身，习眼观世诸业身，护视精气诸业身，极净海音诸业身，普现吉祥诸业身，护法树化诸业身，平等护育诸业身，游戏快乐诸业身，住根常喜诸业身，畜生敬佛诸业身，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戒勤修习，依法为乐。到这是一段。这个第一句是表述并类，这是主业神的这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真的是无量，人数无量，团体里面的性质也是无量。什么叫做诸业神？业是业案，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积阴德，积阴德，这个阴德呢，你做好事不希望人知道，默默在做好事，这个呢就是诸业神。那么我们暗中做好事种类太多了，帮助社会，帮助众生，出钱出力，做许许多多的好事，不接受人家的表扬，不接受赞叹，默默在做，凡是这一类的都叫诸业神。所以这个里面呢，范围就非常广大，这些人真正的有智慧，真正的有慈悲心，以种种善巧方便引导一切众生觉悟。他在这个社会上可以说任何一个行业都有，都有这些好人在做。佛门里面尤其是多真正学佛的，无论是在家出家，都知道做好事。好事里头最重要的是教学，尤其是义务的教学。他们在社会上并没有职位，所以主业神多半没有职位。他要是有职位的话，那他就是很明显的不是在暗中啊从事于这些慈善教学的工作。所以这个无量两个字里面
不仅是数目无量啊，种类也无量。那主业神这个意思我们懂得了，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具足这个身份。我们再看下面列举十位上首，上首的德号都是表法，怎样落实在我们自己生活之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学习名号当中啊，就提出这一些纲要。第一尊作为普德净光主业神，普是心地慈悲，大慈大悲，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要在现在来说，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这就是普。如果有少许分别执着，那就不普了，你就化成许许多多的界限。普这里面没有界限，普显示出我们的真心，真心没有界限，妄心有界限，妄心里面有分别执着，真心里面没有分别执着。诸佛菩萨以真诚心处世待人接物，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德是德行，所有一切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利益众生的，都是利益社会的。这种行称之为德行。这是大乘菩萨法。我们想学佛，标准呢，要学的跟佛菩萨没有两样啊。从哪里学起呢？就从这些地方。首先要修平等心、清净心，才能做到普德。不仅仅是念念之中啊，关怀一切众生啊，爱护一切众生，还要以实际的行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么虽然这样做，天天做，年年做，永无休息，永无疲厌去做，心地清净光明，一尘不染啊，正是
佛法里面所说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就得大自在了。不得是坐，有坐有为呀。净光是无坐无为。有作有为跟无作无为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在相上，现象上，在作用上，有作有为；在体性上，无作无为。你看，那么这样的生活就与大方广相应。大就是此地净光的意思，方广就是此地普德的意思。我们现在用更明显的字句来显示。我们用二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净光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是普德。这是一，不是二。那么是你看看主业神。我们家要积阴功，要积阴德，这个阴德阴功怎么个建立法？这第一句就把这个要领给我们说出啊，积阴功，积阴德，要这样做法。那么这一类，这就属于主业身了。第二尊，习眼观世主业身。尊者德号里面含义很深，也是我们学佛、学菩萨，学佛、学菩萨，大家一定要知道，学做佛、学做菩萨，不是研究佛经、研究佛法的道理，那是佛学。佛学跟学佛是两桩事情。学佛自己真的要做佛。真的要做菩萨了，不是拜外面的菩萨，自己要做菩萨。拜观音菩萨，自己是观音菩萨；拜地藏菩萨，自己是地藏菩萨。这个你才算是学成功了。菩萨永远是菩萨，凡夫永远是凡夫，那就坏了。你什么也没学到，从哪里学起呢？要从习眼观世学起。佛常常教我们常生欢喜心啊，我们看一切众生善人顺境生欢喜心啊，恶人逆境啊也能生欢喜心啊。为什么呢？在境界里面修平等法，修平等心啊，这是功夫啊。
极不平的境界里面是平等。极度著卧境界之中修清净，所以在佛法里面，古无大德懂得，在中国一般佛家的道场。这个建筑啊，虽然布局上有不相同，但是大致上都不离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依旧是表法的原则。进入一个道场，你首先见到的建筑物天王殿，天王殿正当中面向着大门，你还没进去抬头就看见了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是教人习言观世，他教导我们，我们如果把它简单归纳起来，也就八个字：生平等心，成喜悦相。你看那个容貌一团欢喜啊！这个用意很深呐。学佛从哪里开始？从欢喜开始，看什么都欢喜。顺自己意思欢喜，不顺自己意思也欢喜。为什么呢？把自己的意思舍掉就行了。我们今天一般讲的主观观念，有个主观观念就麻烦了。可以说许许多多人都有啊，这就所谓是成见的。有这种观念存在，说实在话，不但真妄不能辨别，邪正不能辨别，是非不能辨别，甚至利害都不懂啊，还谈什么善恶？我们能够把成见放下，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你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在一切境缘当中啊，就能长生欢喜心，你就会像诸佛菩萨一样啊，习言观世间啊。这个世间是指六道，是指十法界。对于六道十法界，都能用习言去观察，何况我们现前这种生活的小环境。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还有什么过不去？这个意思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啊，大家也是这个做起来很难啊。
这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为什么我们做起来会感觉到这么困难？其实因素我们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在一切现象当中，升起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这个欢喜心不能现前。不要说是逆境里面啊，欢喜心生不起来；顺境里面呢，欢喜心也生不起来。道理是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华严会上，这一些慎重杂神众啊，也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实现的。这个里面确实没有凡人呐、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现象清楚明了。凡所有相，无一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他为什么能生欢喜心呢？见性啊，见性哪有不欢喜的道理啊？真如自性在哪里啊？一切现象通通是自心变现出来，所谓是全妄即真，全真即妄啊。古德比喻说，一静作气，气气皆静，你看到静就欢喜了。这个经铸成佛像、菩萨像，你看到很欢喜啊。如果把它铸成鬼神像、妖魔鬼怪像，你看到也很欢喜。为什么？你看到是经啊。所以你要不着相啊，欢喜心就生出来了，着相就困难。着相生的那个欢喜，说老实话，那不是真的欢喜。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用的是妄心？能够不着相呢，你用的神是真心，真心所观察到的是真性，真心见真性，哪有不生欢喜心的道理？这种欢喜不是我们世间所说的欢喜，真欢喜，不是假的。所以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要真正记住啊，要真干啊，一切时一切处见一切人，总是以笑面迎人，像弥勒菩萨一样，那么你就是真的在学佛。这个笑面
不是装出来的，装的是假的，不是真的，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假笑啊，这皮笑肉不笑啊。真正学佛是从自信里面生出来的欢喜喜悦，能感人啊。你能感人，你就是摄受众生，你就是度化众生啊。这个我们在讲习前面呢跟诸位说的很多了，我们从内心里面升起这欢喜，笑面迎人，这是个波动啊，这个波好啊。纵然对面是个恶人，是个妖魔，你这个真诚欢喜，你这个波发泄出去，把他那种不平的那个波啊，也能够帮助他降低的。那么这些妖魔鬼怪要是常常跟你接触，久而久之他也会变成佛菩萨了。这种道理，这个事实，我想有一些同修啊会体会到，我们亲近善知识，现在人讲啊，磁场不一样啊。真正亲近一个善知识，我们跟他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感觉的那个气氛非常舒适。非常愉快，纵然善知识不说一句话，我们跟他做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享受，一个小时有一个小时的享受，真正的享受啊。那么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波动的现象，波动的原理。那么由此可知，自心化他了，有些时候不需要说法了，从我们动作表态上就能摄受众生，就能感化我人。一次两次感化不了，那是他的恶习气很重啊。菩萨要有耐心，恶习气很重的人，这个佛经里面讲的一禅体，他跟佛在一起，佛也没有办法感化他。什么原因呢？他那个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佛的这个慈悲清净平等的波发射出去，他产生一个抗体，很强烈。那佛有耐心，佛还是不舍弃他。这一生不能感化他，还有来生吗？来生再不能感化，还有后生吗？其实这种现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啊，过去生中，我们曾经亲近过多少诸佛如来，接受过多少诸佛如来的熏陶，现在还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什么稀奇啊？
所以你想到这个，哎，就很欢喜了。看到那个恶人，嘿，我跟他差不多嘛，我是过来人嘛。那我也是无量劫才被佛感化，现在才乖一点了。啊，他还没有回头，他还要经历一段时间。所以你了解事实真相呢，欢喜心就生起来了，不会怪他。啊，认为他那个现象很正常的，迷惑颠倒的现象吗？啊，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呢？善巧方便呢，就像弥勒菩萨一样，真诚慈悲欢喜，啊，跟他往来啊，跟他接触啊。也不要希望，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感化他？你有这一个念头，你就坏了，你就不清净了。啊，你虽然有普德了，没有净光，啊，你就不清净，根本不必去想什么时候他回头，啊，不必去想，只要我们一味这样去做就对了。我们深深的了解一切众生总有一天会回头，所以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世待人接物不疲不厌，厌是厌倦讨厌，不会，他也不会疲倦，也不会讨厌，天天这种做法，这就对了。所以这个也是主业身，这是积阴德了。我们应当要学习，第三位护持精气诸业身，啊，这个精气是什么？啊，我们不要想到啊，精气神，不要往那里去想，那么去想啊，就没有意思。这个精气啊，就是现在所说的精华之所在。啊，那这个范围就广了。啊，教育的精华，伦理的精华，文化的精华，啊，今天是科技的精华，数之不尽呐，啊！这些精华了，都能够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的。你看他在暗中保护，啊，这护士啊，现在我们知道，在社会里面确确实实有少数人在做这个教育精华的工作，啊，默默在做啊。没有人支持他了，没有人赞叹他，他还是不疲不厌地在工作，做得很辛苦。这是我最近看到有一些儿童的读，
这有一些人提倡啊，儿童读经。我们晓得，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些经论，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是我们民族教育的精华。如果说到佛法，大乘佛法是佛法中之精华了，无量寿经是一切经的精华。谁做护士的工作？没人做。这个将近1000年来，头一个留意到的王龙树居士，做《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呢，这是做护士精气主业神的工作，绝对没有求名闻利养的意念，也绝对不会以这一份工作啊，要得社会大众的赞叹，或者是社会大众啊，精神物质上来支持，没有啊，默默的在耕耘，没有人晓得，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他知道这是精华。对于众生有极大的利益，正如经上所讲的，会于真实利益了，真实的利益了。一般大众不认识，这不是祸。真正有眼光、有认识的人，他懂得，他来护持。古代经典都是手抄本，诸位想想，那费多少功夫？流传的量当然就很少，所以看到佛经相当不容易啊。那么抄经的工作，多半是在出家人的身上。古时候这个出家人每一天工作一定要抄经的。你这个寺院里面藏经楼内容才丰富啊，经典都是手抄的，你要不抄哪来的经典呢？自己没有，到别的寺庙那也有，到那边去抄。抄好了以后充实自己道场的藏经楼。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读书人寄居在寺庙里面，他们也帮助抄经。所以经典量少，看到相当不容易。那么《无量寿经》的原译本，到唐宋的时候这只剩下5种了，其余7种失传，非常可惜。一个人要在一生当中这5种本子都看到，太难。但是5种本子里面互相都有出入，都有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要没有读过遗漏了，很可惜。所以王龙树居士做汇集本，
把这个各种不同译本里面不同的句子统统抄在一起，在他那个时代，以他的身份，以他的财力，以他的机缘，你看看五种原译本，他只看到四种。唐朝翻译《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这一部经啊，王龙树居士没见到，你才晓得那个时候这个都看到经本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的汇集是根据四种原译本，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这一部分里面他没有看到。这个本子虽是很好的本子，还是很有遗憾呢、大宝积经这一会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经文，其他四种译本没有。所以一直到清朝，慧远居士做第二次的汇集，他的汇集确实比王龙树的本子好。比他的本子万倍。但是王龙树居士跟魏默生居士他们都没有留意到一桩事情，那就是他把译本的这个经文有一些字他改动。当然他们改动是没有问题的，这些人有修有学而且这个过学的根底都非常深厚改的比原译本一定改得好可是印光法师反对，反对的有道理，不仅印光法师一个人，太多太多人了，这个例子不能开呀。在他们做决定没问题，可是这个例子一开呀，麻烦大了。将来以后我们拿到经文，看到这个地方看不懂，就随便改了。前人有例子可以改的吧？每一个人都改，这个经典传到以后就不能看了。所以决定不可以改进，这是最大的机会。纵然经典里面有错字，还是让它一直错下去，不可以改动它。你可以注明这个字可能是错字，应当做什么字，注在旁边，不可以改动原文。这个对于代代沉船负责人，这是正确的。这个也是护世精气注业神的意思。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两种译本的流通量就比较少了。这到民国初年，夏莲居居士则又发现，重新做一个汇集本，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这个汇集本避免前人的过失，采取前人的优点，厚厚胜于浅浅啊。这个本子完美，我们读这一个本子等于五种原译本通通读到了，这个真方便大乘佛法的
精华。无量寿经下老的汇集本，你看文字不深啊，好像很容易懂啊。你细细的去观察，里面的义理太深太广，比《华严经》还深还广啊！一般人看不出来，没有发现，所以它是一切经里面的精华了。那么我们要怎样护持？护持是两种方式，一种自性，依教奉行，这是护持啊。你要做不到，那就不是护持，一定要自己做到，尽可能的把它做到。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提醒同学们，如果我们百分之百的做到，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十报土上上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了。你把无量寿经呢圆满做到了，那么你做到90%，还有10%做不到，你上品终身啊。那么以此逐渐往下降，降到你只能够做到20%，80%做不到，20%可以做到，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下品下生。如果说20%都做不到啊，这往生就没有把握了，这个要知道啊。那么这一生念佛就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这一生不能往生，正是所谓的念佛的人多，真正往生的人不多，原因就在此地。你虽然念，你没做到，念要做到才行。那个念呢，念是在讲就是要做到才叫念。我们今天这个念口念，有口无心不行。这个念效果很差。所以你看那个念佛的念不用那个口字。这个念是个会意的字。念就是现在的心，现在的心跟佛心相应，这叫念佛，不是口念。一念相应，一念佛，那个一念不是一生呢？没有说是一声佛号，一声佛，没有这个说法的。一念相应，一念佛了。一念是很短的时间，你这一念是真心，佛是真心。如果我们不怕麻烦，
真诚心是佛心，清净心是佛心，平等心是佛心，慈悲心是佛心。你一念与这五句任何一句相应，都是佛。这个叫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是总纲领，这一句名号，我们讲的这个十种心全包括在其中，所以佛号才提起，我们的心就相应，这个叫真念佛。所以一定要真干，护法先要护自己的法，第二个方式护诸佛如来之法，这就是常讲的正法久住世间，要靠我们护持啊，这个护持叫弘扬、宣传、推广。一定要尽心尽力去做，掌握机会，抓住机会，有机会做，绝不轻易放过。为什么呢？护法嘛，佛法能够久住世间，众生才得利益了，众生才享福啊，世间没有佛法，众生遭罪，众生要受苦啊。所以这个护世精进第二个意思就是要弘法度生。弘法里面最重要的是人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自古以来的祖师大德们，他们不但自己一生认真的羞耻，讲经说法，教化众生，更重要的培养后继的人才，续福慧命啊。人才怎么样培养？在过去没有办佛学院，也没有办培训班，人才培养的方式就是在听众当中选拔，听众当中有根性力的，有发大心的，他也乐意学经教，也乐意弘法利生，这祖师大德们就特别培养他们，培养的方式讲小咒，古时候讲经跟现在情况不一样，
现在大家工作非常繁忙啊，白天没有时间的，所以我们讲经在晚上讲，大家有空闲呢可以来听。中国在古代讲经时都上午讲经，不是在晚上。听众是以寺院里面常住为主，常住之外也有许许多多的居士们，在家居士们喜欢听这部经，到道场里讨经单，可以常住在道场把这一部经听下来。那么学讲经的人叫副小组，老和尚上午讲经，下午学讲经的这些同学们下午要把老师上午所讲的重复讲一遍。那么用这种方式来培养讲经的人才，这个效果很殊胜。那么有一些社会大众以为这种行业学习这些科目将来没有出路啊，不能赚钱，没有饭吃啊，一定要学一些时髦的东西，尖端科技，现在学机械，学电脑，这个学了很快就赚钱了。你去读文学，去读佛学，赚不到钱。几个人发心来学这个东西，实实在在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如果真的明白了，你想赚钱，你想这个生活富裕，了凡四训里面都讲得很好，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命里头该发财的，你天天去读四书也一样发财。为什么？你命里都有财嘛，与这个不相干嘛。你命里头没有财，搞哪一行你也发不了。财从哪里来的？财从布施得来的。过去生中修多财布施啊，你这一生才得财富啊。新加坡也有不少发大财的人呢，你去打听打听，他是念什么学习，他是搞什么行业，这一打听啊，有很多小学毕业，中学没有毕业的，有许多白手起家的，在新加坡工商界的领袖啊，替他做事的人都是博士硕士一大堆啊，他自己恐怕初中都没毕业。那么这就说明啊，与你所读的科系、所从事的行业，发财不发财不相干啊。他为什么发那么大财？
过去生中财布施布施的多，就这么道理。这还是佛讲的有理啊，佛说的透彻。发布施、果报施，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果报施，健康长寿。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世界，有很多大富大贵，但是身体不健康，常年多病，生活很辛苦。那是什么呢？我们一看就晓得了，他过去财布施多，法布施少，无为布施没有，所以才造这个果报。有很多人健康长寿，生活很贫穷，我们想的过去生中啊，他是无为布施多，财布施少。你这个社会情形，你不是一看都了解、都明白了？我们如果想财富、想聪明、想健康长寿，三种布施拼命去做啊，越施越多啊，太多太多了，越施越多啊。你不肯布施，你就没有了，你这个就是过得很苦很可怜了。所以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动脑筋想什么方法赚钱，你能赚得到吗？你要能赚得到，释迦牟尼佛都拜你做老师了。释迦牟尼佛赚不到啊。你有本事能够赚到钱，没有因就能够拿到果，你把因果定律都推翻了，一切诸佛如来，那怎么不甘拜下风啊？所以佛法是讲理的，它有真正的道理在啊。这一边是大布施，从来没有想到钱从哪里来呀？布施也就是护法。我记得前面曾经在这个《无量寿经》介绍贤护菩萨，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诸位都可以参考。默默当中啊，做护法的工作。地藏经上所说的果报，分分都是自己得。再看下面第四尊，极尽海音主业身。极尽是信德，海音是海潮音，比喻不设时节因缘，应机说法，而说的时候恰好，所以是契机契理呀，这个契机就是海潮音呐，契理就是极尽呐，离机双起。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但是这个名号是主业身。所以这个极尽海音意思更深。
那么这个在一切有一些障碍阻碍，弘法利生的工作不能够顺利的推展，要不要做呢？要做，还是要做，默默的去做。那么这个就是集精海阴的意思。海是广大，我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于这个海这个字就相应，我们明了清楚，佛法是诸佛如来帮助九法界一切苦难众生最好的教学。为什么在这个世间会遭遇许许多多的障碍呢？是因为有一些众生对佛法不认识，不了解，产生误会。由于严重的误会造成排斥，根本就不愿意接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懂得集精海阴的意思。要以善巧方便，种种障碍也要想方法突破，把佛法介绍给他。这些人当中，特别是这个地区有影响力的人，这个在佛法里头例子很多所以佛法当年向四面八方去宣传，谁认识？谁了解？这些法师大德，包括一些在家居士，古时候在家居士讲经的很多，翻译经的也有，那么他们找哪些人呢？找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去拜访他们，去接触他们，亲近他们，这是佛法戒淫大众所谓的四摄法。四摄法第一个布施，送礼呀，送礼人家总欢喜吧，欢喜之后他就会接见你吧，先送礼呀。把这个路开通啊，然后是爱语，爱语关怀对方啊，爱护对方啊，帮助他们的社会繁荣兴旺，帮助这个社会大众都能够得到幸福美满，繁荣兴旺，这他高兴的，所作所为对他们都是有利益的。这样，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明白了，他们接受佛法了，欢喜佛法了，
这个佛法推动了障碍逐渐就没有。所以开端一段长时间要极尽的去做。这个极尽就是不明显的，所以它是主业身的。不是很明显的做，明显的做要遭受人家抗拒，遭受人家排斥，默默的去做。所以这个名号在主业神里面，那就有主业神的意思存在，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第五尊普现吉祥主业神，现身说法。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字，就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那么这是一般讲的身教，以身作则。现什么样子呢？现吉祥。世间人哪个人不想求吉祥？吉祥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方便的来说，众善因得善果就是吉祥。这个意思很深，你没有众善因得善果不吉祥。你众善因不得善果也不吉祥，一定是因果相应啊，众善因一定得善果啊，这就叫吉祥啊。你所种的这个因呢，你已经收到你应该得到的果报，所以这个意思也非常非常的广泛。也很深，我们要细心去体会。想一想，现在这个世间人，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他们求些什么？我们明了，这就关机，这懂得了。我们要怎样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觉悟啊！世间人贪财，我们要示现发财的相。那我们是不是贪呢？你要是贪，你就错了，你就不相应。才发了怎么样？发了舍呀。越舍越多，那个想发财的人看到，哦，这样才能发财，他也来学布施了吧？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吝啬的人决定发不了财，纵然发了，也是一生受穷困的生活，他舍不得花钱，所以一生呢都过得很穷苦啊，钱呢白白的给别人拿去了，死了以后一文也带不走。这愚痴没有智慧啊，
所以有才多做社会福利事业，多帮助这个世间穷困之人，你的财富永远就不绝。中国人过去这供财神啊，财神供的是范蠡，这很有道理，很有学问呐。范蠡确实给我们做发财的好榜样。他经商做小生意，越做越发达。他怎么做的呢？赚来的钱布施，你不肯布施怎么行呢？赚来的钱不是自己用啊，给社会大家用啊，所以选举他来当财神，我都投他一票啊。那历史上所记载的三聚三散，发的这一段时候才很多了，散财，做大布施，布施完了之后，从小生意慢慢又做起，没几年又发了，发得更快，发得更多，他再散财，再有几年又发，越发就越多。越来时间越短促就越快，他总是散财啊。为什么兴旺呢？散财啊。而不是把收入啊存起来啊。不是天天在讲求利息啊。怎么样能得到更多的利润呢？不是啊。统统散掉啊，普现吉祥助一生。所以你要懂得散财，不要去储蓄，储蓄错了，财一定要有用处，不要怕我散掉了之后没有了，没有那个道理，散掉之后就来了。如果散掉没有了也是吉祥，为什么呢？你命里头根本就没有，命里没有你得来的不吉祥啊。你散去之后啊，你灾消了啊，祸就除了啊，那是吉祥啊。所以越散越多。那么许许多多法师您过去演培法师请我吃饭也开玩笑了他说他要向我学，学什么？我有什么好学的？我们是后学晚辈呀。他说你的法缘很殊胜这一点我要跟你学。你是法缘怎么殊胜的？我说没有别的，戒缘呢，肯戒缘呢，不积蓄财物啊，设方供养，马上就散掉。那么也有一些法师，这设方供养，他来建大的这个寺庙。建的富丽堂皇，我想想，如果我要不拿去布施啊，我也可以建个道场啊。我道场不要了，通通把它布施掉了。所以跟这个全世界学佛的人真的结上法缘。你不肯布施，怎么行？没有别的，谁愿意
做啊，谁你就得到这个果报啊。所以财万万积不得，不可以继续，决定要散，要懂得散。拿这个有限的财物做真实的功德利益，我们应诵善书，应诵佛经，这些年来除佛经之外，我们还做磁带，做录像带，现在还做 CD， 又还做的网络，网际网络。做这些布施，这才给世界各个地区众生结了法缘。那个法缘好是这么来的，不肯结缘，你要想法缘好，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一定是众善因得善果，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个就是普现吉祥。我们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第六尊普法树花竹叶身，普法意思好懂。什么叫树花？树是树立，花在佛法里面表阴性啊，普法树花四个字里面妙意无穷啊，这就不多说了。第七尊平等护于竹叶身，平等两个字大家好懂，我们心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平等。才有分别执着，就不平等。不平等是妄心，平等是真心。在佛法里，这个不平等莫那，八识里面的莫那识，平等心就是四智，四智里头平等性智，转莫那识为平等性智，转识成智，四智是真心，真心的四个作用，都是真的。八识是妄心，这平等是真心，也是善导大师所说的真实心中坐，坐上护于众生，护是保护啊，育有养育，有教育，你要养他，还要教他，这才只做到了育，只有养没有教，不能算育，只有教没有养也不能算育。所以这个于是教养的意思，这两者同等的重要。第八尊游戏快乐竹叶身，这个乐跟这个世间那种快乐不一样，
这种落接近真落。这个世俗里面的快乐都是五欲六尘外面的刺激，不是真的，真的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那是真落。你在这个地方得清净心，所有一切烦恼忧虑牵挂都没有了，你看你的心多清净啊！所以说清净平等觉在这个里面能体会到，在念佛堂里可以体会到。虽然不是真正证得接近的清净平等觉的气氛呢，有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这个气氛要保持，要延续，还要不断向上提升。再一提升呢，就到功夫成片了。到那个时候，离开念佛堂，回到家里，回到工作岗位，从事任何工作，你都是游戏快乐。正如同诸佛菩萨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这经上面常常说吗？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佛法里叫这些佛菩萨了游戏神通啊，他们到六道到十法界教化众生游戏快乐啊，他是来唱戏的，所以唱得很快乐啊。诸佛如来到世间都是来唱戏的，都是来表演，表演给我们看。个个都是自在快乐，所以这一尊竹叶神叫我这就是过佛菩萨的生活，做佛菩萨的工作没有自己，只有众生。没有自己的主观，只有诸佛如来的正法。我们只不过是在表演而已啊！这就叫行菩萨道，这叫修佛行。第九尊诸根常习诸业身，诸根六根，六根都欢喜。六根怎么欢喜呢？清净心现前，六根就欢喜。这是佛经上讲的常生欢喜心，经典里面常常形容啊，释迦牟尼佛全身愉悦，那就是六根常喜，毛孔都微笑啊！这是经典上形容。诸佛菩萨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很难体会，是自己从来没有这种境界，每一天都生活在苦恼当中，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这个生活在大乘佛法之中，在华严经里面
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我们通过《无量寿经》《华严经》的学习，你会得到，你得到这是正常的享受，你没有得到是你学修学功夫不得力。你如果学习功夫得力了，一定得到。这就是平常所讲的法喜充满，就是这个意思。六根愉悦，法喜充满了。这个世间人也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诸佛菩萨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念念行行都是为社会为大众利益。帮助社会安定和平，帮助社会繁荣兴旺，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他怎么不生欢喜心？幕后这一尊出生敬佛诸业身，你看看这个十位上首以普德净光啊发起，以出生敬佛来收缩，总结在这个名号里面，这个意义非常非常深啊。主业神所修的是积阴德积阴功啊，做一切好事利益社会利益众生，不求人知道啊。《论语》一开端，夫子教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那个就是敬佛啊，真实的福报。《论语》开头三句可以说是儒家教学的三大纲领。当年编这个书的人把这三句编在开端，意义很深很深。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跟我们此地讲的意思完全相同。学，我们在华严经上也学到了，实习就是时时刻刻做到，那是习啊。你要做不到不行啊，你做到之后啊，你就法喜充满了，你就长生欢喜心。所以学了之后一定要做到。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这是总结这一类参加法会的大众，他们的人数无量无边，借勤修习依法为乐，这一句是说他们的德行。他们虽然默默在做，没有人知道，可是他不懈怠，
不疲，很认真努力，天天在做啊，没有人赞叹他，没有人奖励他了，以法为乐。法是什么？法就是他所知、他所学、他所做的。这个法专指这一点。他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晓得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样样如法，与佛的教诲相应了，念念之中啊，远离迷惑颠倒，念念之中啊，与真实佛慧相应，他怎么会不快乐呢？所以总结，以法为乐，绝不以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为乐。那个乐是假的，决定不是真的，为什么会失掉？这佛法里面讲乐是坏苦啊，自心里面的乐，这真的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才能讲长生欢喜心，你永远不会失掉啊，就是你起心动念一切作为呀，与法相应。那么这个法在此地，简单的说，就是与《华严经》这个法相应。那我们现在晓得，《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精华，是《华严经》的总结。《无量寿经》的分量少，容易读诵，容易受持。都能与经教相应呢，叫以法为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